不死军团。我们拿到了轴线，到底是什么？长生不死不是在香格里拉吗？哎呀，反正呢，只要是能够就是啊，剧情一定都是关于什么这种神话剧情啊，什么不是坏人想要长生不死啊，然后之后剥夺那个什么村民的一些啊。什么建设之类的啊啊，不然就是老梗剧情啊。管你是不是在哪个什么长生不死，反正呢，只要是剧情所需，随便塞一个糖塞进去，就是可以长生不死。啊，我也可以说啊，我就是为了长生不死，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全部毁掉，因为他们反抗我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要怎么用？在空中的时候使用钩斧。啊，那不能。哎呦！吓我一跳，喂我死掉，喂我死了。这样子吧，哦有哦，原来是这样弄哦。可以去解之后要用爆炸箭蛇洞了。对啊，可是我还不太想去哎，我想要先把剧情推展一下。原来是恶灵古堡合作企划。啊，不死军团要来了！原来是有跟恶灵古堡做联名的动作啊，怎么用啊？哇，谁会知道这个要用勾的啊？没勾到不是就挂了吗？没勾到就升天了啊！应该是往下走才对。老头，学校有分班一到十班，九班有十班，有什么差别？十班鱼吗？我不知道你问这是什么哎、欸。九班，利用钩斧往前。这样子可以飞很远呢、欸。现在有很多地方本来不能去的地方变得可以去了、欸。罗拉，如果你要前往大教堂，没勾到就下去了。有圣三一的人，我知道，但我别无选择。你有看过《古墓奇兵》的影片吗？你说电影啊、喔？我没看过电影，完全没有关联啊、喔。那到底在演什么啊？演来符合那个大众市场用的是吧？像《恶灵古堡》也是啊，演到后面就乱演一通啊，啊就演那些大众想看的啊。孩子，你们对学习好不好？《恶灵古堡》不是已经十年了吗？已经最终章了吗？越偏离那个怎么越来越偏离那个主题啊？所以说我到后面我都没看了啊。嗯，为什么会这个？这个是拿来干嘛用的啊？啊！我、哦、吓死我了！这边有人，这应该是商人吧？这应该不是坏人吧？不是啊，不是坏人，应该是 NPC 之类的。我可以坐在这里耶，哇，这么闲情逸致啊！哎呀，我不能起来了，是怎样？是要坐多久啊 ？Hello， are you？ 哎，哎，我起不来了、欸，我中了 bug 了吗？看来不想让我起来、欸。恶灵古堡又要重置了，我知道啊，明年1月29号我一定玩啊，一定玩。后来被沦为 B 级片了，哎呀，别说啦，
只有第一集好看而已啊。老婆累了，完全都不想起来了，我是不是中 bug 了 ？Hello，Hello， 你好吗？哦，起来了，按 C 啊。可恶，连这种提示也没有。弄错了。屁股黏住。我再也无法抗拒艾莉亚对我的吸引力。艾莉亚。她独自。艾莉亚是谁？那是童年一个情怀。而且我看游戏画面变好恐怖哦。我觉得我要被吓尿了，而且啊，我觉得啊，这个二代的重置版啊，是历年的重置版以来，我觉得重置最细致的一次重置。你们有没有这么觉得？因为零代的重置跟一代的重置，我觉得其实只是变高画质、高清，没有到整个就是环境做得很棒的那种感觉。我看那个二代的画面啊，那个画面真的是还蛮漂亮的。我觉得跟古墓奇兵有的比了，比古墓还要更高画质吧。而且我会买 PC 啊，我买 PC 的话，应该可以效能全开吧。我觉得我可以效能全开。哦，还好没事。哦，东西都捡了哦。我喜欢三代，我跟你讲啦，三代一定也会重置啊，迟早迟早的，好不好？三代迟早也会被重置，我敢说。怎么可能二代都重置，三代不重置？绝对重置给你看，我也一定玩，一定买。不啰嗦，绝对。反正就是现在卡普空现在都走炒冷饭的路嘛，还有什么他不重置的？啊，洛克人 AK 4哪时候重置啊？啊！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我们把伤者都带到安全。洛克人 AK 4哪时候重置啊？啊！重置我就买，我也不管是好玩还是不好玩，买的是情怀，一个支持，买的是回忆，啊，怀旧。呜，好了，没重置的话嘞，没重置的话，啊，没有重置的话嘞。那、啊、就算了啊，不然呢？不然你以为我要蹦出什么话说打赌之类的吗？啊，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。哎、欸，这是敌人吗？哎、欸，刚才真的、欸。啊，又有东西可以玩了，超棒的！他们要把这些人带回旧监狱，救那些可能知道亚特拉斯鱼图下落的人。有点难搞哎、欸，说真的。其余的人都被关在大教堂附近。看来有人得准备忙起来了。慢慢来暗杀好了。我们试试看，不要被发现。工作会用抽签来决定，没办法。你接他们的任务多久了？几个月了。我就会被发现。要不要再来玩一次？差不多一年了。当初是一位老战友推报上名来。反正瞄那个头超难瞄的。
有时候手抖抖一下就没打到。你可以拉下来吗？树倒咯，我有那么大的蛮力就好了。洛克人，明年超多大作的洛克人十一啊！铁锅根本不是盒子武器，有个面貌吓人。洛克人十一，齿轮的命运，哎，是吗？命运的齿轮，玩到你不要不要的。还有那个什么，最后幸存者二，我在想说，我最近要不要回去重开幸存者？玩一代补一下剧情啊，还是等它快发售再补好了啦。现在太早玩也没有意义啊，就怕剧情都忘光了。这边剩下的就交给那些佣兵。会不会想太多拉下来？交给他们吧。我就觉得他会拉下来啊，反正游戏哦，不用用太用常理的方式去看待嘛，对不对？游戏嘛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！捡捡捡！嗯，我刚不是捡一个酒瓶吗？在这里。这时候呢，只要丢一丢，丢。炸裂！Oh my god！ 干什么？哎，死光了！捡好捡满。一次做两只哦，喂！哇，没有了，没箭矢，哦，箭矢可以再做。OK， 洛克人 VR 会头晕吧？要跳来跳去的呢。哇，怎么过去？走这里。我手机被狗咬完，被狗咬去玩。哇，你的手机也不就派去啊！警卫在右。恶魔猎人还要玩吗？这个游戏破完应该就会回去玩恶魔猎人了啦。恶魔猎人要补了，应该也是播一两次直播，恶魔猎人五就恶魔猎人四就会玩完了。老头一定很有钱，还好啦，没有很有钱。但他会推荐我们两人之后。没死，干，这是我转移什么注意力啊？完全不需要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捡那个、啊？哇操！那、
我想说要捡那个汽油桶。谢谢喵哥。这边的路好多，好多条要走，都不知道要走哪里。每到重要时刻。玩土人，土人是什么？什么是土人？土人？阴森吧？你讲土人谁会知道啊？你应该讲说会不会玩阴森吧？你讲土人？土人，土人，好哦。游戏有游戏的名字，不讲讲讲土人，谁会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哇，自己跳不过去。当然是会玩啊，但是现在没有啊。现在我想办法先把这个东西破一破吧。哼。哎，啊，到底要怎么走啦？怎么没有路啦、啊？好像要从这边跳到对面的样子啊！爆炸箭矢。啊，原来在这里啊！哇，不是这样跳，哪里狗？还是我站得不够高、哦，我没有玩英雄联盟呢，没有英雄联盟，那种热门的游戏我基本上，应该是说热门的线上游戏，我很少在摸啊。从这里吧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难道还要再更高吗？啊，我忘记哦，我有那个钩锁、哦，现学现忘记耶，要按一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越现学现忘记，我的导师要哭了。阴森不是有结局吗？有啊，阴森有结局啊。不过就是如果你认真玩的话，其实我看人家玩哦，他认真玩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玩到结局了。就是说如果不，就是说如果不盖那些东西的话，一个小时以内就可以过完了。哦，我有新武器可以用了。哦，新武器在哪里啊？我靠，我有狙击枪了，东风枪啊！这不是旋转机关枪啊、哦？致命威，两把不一样哎、欸，金色利啊，拿这把好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有在这里。感觉厉害，39%，游戏进度严重落后呢。
马上忘记。那老头记得要收集神武，你们说的神武我可能不可能全部收集完吧，反正就是你们讲什么我就找什么啊。我记得我到时候去玩的话，应该前面会有武士刀可以拿吧。我们到那地方好像有武士刀，对不对？哦哦哦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哇，吓死人了！超级大山猫哎！哎，上面有人，这是敌人吗？哎，可恶！是无线电干扰，但康斯坦丁不愿意冒任何险。Hello， 啊，一呆，安心的去吧。还有哪边可以跳？自然老师。自然老师，你说我的声音像自然老师这样子啊？先知已来到了。好笑、啊。哎、欸，厉害哦！神不知鬼不觉，哇，我超强！像我跟我朋友出去啊，有些东西我是不能吃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硬要带我去吃那种哦，炸的啊啊、甜点啊啊、那种人真的是很过分啊，超过分的。明知道我不能吃那种碳水化合物很多的东西，啊，然后就那边带我去吃那种东西，可恶！啊，什么蛋啊，什么那种松饼，松饼，鸡排，珍珠奶茶，啊，我要跟那种朋友绝交。有花椰菜、香菇、肉跟蛋，豪华的韩国面泡面，这么好哦、喔，那应该蛮贵的吧？现在泡面都越做越高级了，价格比一般的便当还贵啦。干嘛啦？为什么？我从这边吧。哟。那个下面要怎么拿？怎么过去啊？我好像没办法过去了，算了。不解没差、啊。我没吃晚餐，现在立马打电话叫麦当劳。可恶，我好想吃麦当劳、哦。看着看着都想吃了，真的。被淹没的档案室。我被淹没了。好，过来了。哇，这边内阁。可以睡觉了，晚安。来，我请你吃，这么好哦、喔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吃那种太多碳水化合物以及太多糖分的东西。我可以吃肉。这个声音是安娜。
不是这样吗？等一下，那个地方怎么走？哪里过来？KGC 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边是要往前翻，是不是？看来不是。哎、欸？哦，这样子啊，又要过来了。仅仅是失去的意思。搞得那么复杂、啊。等下。不可能，我们的人在这山谷中已经太分散了。这边要怎么跳啊？你觉得有人在追捕的话，那我建议你赶快加速。这个地方。哦，有了。哦，还好有勾住。没勾住就变成了一团肉泥。肯德基，别啊，别啊，不想肯德基啊，我不想再听到肯德基三个字了，也不想看到这三个字了，我会受不了。不然吃牛排，有啊，我今天有吃啊，可是我煮的太咸了，加太多了，咸死了。那盐巴然后一撒，不小心撒了一整片都是。杀死没武器的人，这个小女人未免太残忍了。我直接冲过去挟持安娜。知道你为什么还不扣扳机？你开枪的话，我的手下会在数秒内将你击毙。开枪是他们唯一比你在行的事。闭嘴，安娜！哦哟！别动，你无路可逃了。要杀他？要神逃脱吗？我要神逃脱。哇！哇！发电机，好，我知道，别吵。哦，哦，感觉痛，一进来就吓一跳。考虑我的提议，罗拉，免得一切都太迟。当你背叛我的家人时，就已经太迟了。我会拿到亚特拉斯鱼图的，安娜。反击了，罗拉，下面有东西在屠杀我的手下，如果他们找不到的话，你也别想找到。你去死吧！你去死吧！马伯特要行动了，杀了他，把该死的亚特拉斯鱼图拿来。我不会让你得逞，这贱女人。